当你看到赵维伦和文班亚马出现在同一份榜单中的时候，心情肯定会有点不一样吧。这是欧洲篮球媒体评选出的11月欧洲最佳新人阵容，可以看到文班亚马出现在了内线的位置上，而赵维伦则是出现在了中间控卫的位置上，相当有牌面了。结束8月份的美国特训，返回意大利之后，赵维伦提前两年升入了瓦雷泽男篮一队，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就代表球队出战意甲的比赛。最近两个月，他一直在意大利第三级别的联赛中打球。11月的比赛中，赵维伦连续拿到了17分、14分、14分以及32分，表现非常出色。意大利的成人联赛一共有三个级别，其中甲级联赛分为 A1 和 A2 两个级别。赵维伦目前打的是意大利的乙级联赛，有点像是发展联盟，一共有64支球队，分成四个赛区。这里有很多和赵维伦一样刚上一队但是缺少机会，需要大量比赛来锻炼的年轻球员，另外也有很多甲级联赛老将，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。2005年出生的赵维伦目前是所有球队中年龄最小的首发控卫，在已经结束的10场比赛中，赵维伦场均可以拿到 18.1 分、4助攻、 1.4 抢断，排在得分榜第一、助攻榜第三，场均三分命中数榜第二，投篮命中率 46.9%， 三分命中率 42%。 欧洲媒体是这样评价他的：一名狡猾的控球后卫，很年轻但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比赛感觉，他是一个迷人的组织核心，虽然身材矮小但可以在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力，精英级别的控球手和进攻发起者，另外还拥有出色的投篮和传球能力。个人还是非常看好赵维伦的，希望他能够继续长高，继续打更多高质量比赛，练级成长，加油吧。